我的名字叫 Jimmy， KC 营销员，欢迎到 KC 数据库解决方案。 KC 数据库解决方案提供精准的数据库，协助您的企业。数据是当今商业界的热门话题，每个人都想谈论的见解和价值，他们可以从数据中得出。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，数据是当今营销人员、代理商、发行商、媒体公司等可用的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。但是，只有高质量的数据才有用。什么是数据质量？一、准确性；二、完整性；三、相关性；四、有效性；五、及时性；六、一致性。良好的数据管理是与竞争跟上和利用机会的关键。高质量的数据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各种具体的好处。高质量的数据质量有什么好处？一、更明智的决策；二、更好的受众群体定位；三、更有效的内容和营销活动；四、与客户的关系改善；五、更简便的数据的实现；六、竞争优势。KC 数据库解决方案流程对比。这是 KC 数据库解决方案营销商广告和其他 Facebook 营销商广告之间的比较。你是否知道其他 Facebook 营销人员将广告投放到 Facebook 平台上，而该平台只能达到一个非常混乱的目标，即会消耗广告资金，并且确保您将无法与仅对您的行业感兴趣的目标人员联系。但是通过使用 KC 数据库解决方案，将广告投放到28亿个 Facebook 用户，可以精确地覆盖来自 Facebook 的 99% 的数据。同时 KC 数据库解决方案还具有一项功能，即所谓的 KC 数据过滤器，可以过滤出目标广告和相似广告，每天他们都会在目标行业数据列表中出现在 Facebook 列表中。 KC 数据库解决方案如何操作？KC 数据库解决方案实现了四种功能，可从28亿个 Facebook 用户的数据列表中提取数据。以下是我们的 KC 数据库解决方案功能。第一个功能，搜索页面和组。功能一的功能是我们可以过滤所有朋友列表和用户列表。第二个功能，提取粉丝页面参与度。功能二的功能是我们可以过滤所有的朋友列表。第三个功能，提取帖子参与度。功能三的功能是帖子参与度列表，例如主要意见领袖实时直播具有很多喜欢、评论或共享用户列表的任何帖子。第四个功能，提取组成员。功能四的功能是我们可以过滤所有会员用户列表。您现在可以通过所有这四个功能来理解，我们可以保证 KC 数据库解决方案可以从 Facebook 平台获取 99% 的精确数据线索。但这还没有结束，您会想知道这99%精度数据的用途是什么？从此99%的 KC 提取数据列表中可以在 B2B 平台上使用。从这个 B2B 平台，您可以使用这些二种类型的爆破功能下将广告推送到所有行业。第一种是通过输入99%提取的数据的线索，你的广告详细吼出所有行业将电子邮件爆破。其次，把 WhatsApp 的通过输入99%提取的数据导致推出你的广告信息给所有行业爆破。在 B2C 平台上，这是提高公众意识的方法。很简单，将我们的 KC 数据库解决方案提取的99%数据线索输入到您的 Facebook 广告管理器中，我们可以保证您的广告将达到精确的受众群体，因此您无需担心广告会到达错误的目标受众群体，而且节省效率成本。以下是我们的服务：数字化营销、数据库解决方案、视频营销、网站和应用开发，全部以最实惠的价格。感谢收看，欲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联系我们或 WhatsApp 圈 A 加601951711，或访问我们的网站圈 AWWW.KCBizTech.com。Yeah.